火龙果呢？我要尝尝我的火龙果。哎呦，不行，啊，今天胃口不好，我肚子有点疼了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哎呀，我来吃我的火龙果了。哎，我的火龙果怎么剩这儿啊？还有一个，咋还没吃完呢？就这么点了，我先舔舔吧。哎呀，骗，真难吃！谁给我吃的？是不是老鼠啊？我要吃找找。